不同于一般护发乳 ，Scalp D 主打可同时滋养头皮与发丝，因此使用时不用特别避开头皮，可放心的发根一路修护到发尾。也因为能同时滋养发丝和毛囊，它在经过6小时的干燥考验后，发丝仍然能保持平滑且直顺的状态，而且发丝外观看起来轻盈蓬松，有助提升视觉发亮。更棒的是，乳液的质地轻盈薄透，涂抹搓揉时不会过度黏腻，能迅速服贴发丝表面形成保护膜，并且可发挥类似造型发乳的整理效果。推荐给发质不稳定、头皮需要额外护理的朋友。Orbis 的修复配方主打可同时修复发丝的表面与内部，以 CMC 细胞膜复合体成分让上翘的毛鳞片能够软化并重新紧密贴齐，搭配丰富的氨基酸等保湿因子帮助修复发线内部，能由内而外调理发丝健康。在经过6小时干燥环境的洗礼后，发丝依然能维持湿润的触感和视觉表征，而其增添发丝光泽的效果尤其突出，能呈现出类似光泽发胶的光晕，用来修饰干燥粗糙的发质最合适。不论是成分内容或是使用感受，均能增加保养的信心。此外，它也是全版唯一未使用香料的配方，对气味敏感的人也能放心使用。主打使用来自海洋的丰富精华，选用产自法国勃艮第海岸采收的特殊海藻萃取，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亲肤保湿因子。而拉萨纳也在本次的修护力评也有将近满分的高评价，经过6小时干燥测验后，仅有少数发间略略干燥，用指梳或是细齿梳都能流畅整理发丝，同时也能长时间维持如刚沐浴后的自然水润光泽，而不会显得油腻紧贴于头皮上。更棒的是，不仅干发可用，于沐浴后的湿发上也能发挥效果，而在吹发前涂抹的话，也能发挥少许隔热的效果，更可让吹整后的发丝更为柔顺。除了常见的水解玻尿酸、角鲨烷等保湿因子， Heat Oil 的配方中还添加了薰衣草精油、苹果酸、澳洲坚果油酸酯等能保湿、润滑并软化发质的成分，涂抹乳液后发丝的触感便马上转为滋润柔顺，并且散发自然草本香气，保养的满足感令评比员们相当满意。同时它也具有极佳的保湿力、热保护能力，长期处于高温、干燥环境下也不容易干涩、蓬乱，不论是短发或是易干燥的长发都能妥善呵护。因此若是经常使用吹风机、离子夹等整发工具，便相当建议吹整前涂抹于发尾，且使用后发丝会呈现出明显的光泽感，相信长期使用下能感受到韧性的升级呢。以淡雅的薰衣草为主调，并调和了清爽的柑橘香、迷迭香以及杉木香，充满疗愈香氛的 DHC 薰衣草护发乳，不仅能带给使用者前所未有的放松感，其乳液柔软且滋润，质地实际上更接近乳霜，但依然好吸收，能抚平发烧的毛躁，并给予柔亮的光彩。而且配方中也含有玻尿酸、荷荷巴油、橄榄精华油、葡萄籽油等丰富的保湿成分，能为发丝提供所需的修护及养分，并与表面形成保护膜，阻挡热气造成的毛鳞片损伤。因此即使在干燥环境下经过6小时后，依然能保持刚保养后的完美状态，尤其适合容易蓬乱、发质干燥偏硬者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